选不出来，这要求太高了。可以可以，完美。摄影大哥对图不满意，新疆哥哥满意啊，张张满意啊。对。啊，十张都能选出来，九宫格。还要去检查自己的图，人家都看得到你，行啊。等不等？等不等？那是当然。快成都还快乐呢。今天都有谁来看你了？我妈，我小姨，我狗。你家狗怎么连名字都不说了呢？真的，他今天都不理我，我生他气了。啊，看他这么冷漠吗？对呀，完全不搭理我。这样子，你都是借口，就这样子，看透。他的酒窝呢？你来酒窝呢？有点红，是吧？嗯，这是黄的吧？知道为啥？棕红。我之前不是老洗半颗头吗？然后染了头发之后，我忘了它掉色怎么回事儿。半颗头怎么洗？就洗上面，就是这一块撩起来，然后这一块洗，下面就扎起来就洗了。所以现在就导致我上面这一层是，就是可能下面那层多洗了两层，背两层。脑袋冲洗就是发炎困难症，人群恐惧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一阳。一阳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一阳。把心能干洗，特别能干洗。这一个懂得如何使用这个自拍的一个 pose 吗？好，非常的谦虚哈，一阳。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，接下来准备去做什么？就是有点晕车。为什么？晕车呀、啊。你平时又不晕车，今天为什么晕车？其实也晕啊，只是我没有说，你没有采访我。啊，那我以后自己采访你是我的错。给大家再见，今天既然在成都，我们用四川话给大家做一个 ending。拜拜。结束。走了吧，拜拜，辛苦了。